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个月就开收到 concert 咯，自己有冇啲紧张啊？其实开始紧张啦，因为其实下个礼拜去埋澳门之后，嚟紧嘅所有时间都系真系要开始准备 solo concert 嘅。其实开咗会有 run down， 其实初步要埋班齐人嘅嘢都搞紧嘅啦。咁就其实有啲唔真实啦，忽然间有自己第一个嘅 solo concert， 然之后。啱啱先係完成咗 Mira 嘅團體 show， 然之後緊接自己第一個 solo show， 幾驚扯起啊！但我覺得好好嘅係今年頭半年都有 Mira 嘅演唱會，不論係16場啦，同埋 tour 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前哨戰，為我做準備，可以做熱身。嗯，之前咧聽你講過話對唱歌真係有啲驚啦，而家仲有冇呢個感覺？依家驚個感覺少咗好多啦，當然亦都未話係好十中國話，我唱得好好有信心啦。但係我覺得經過呢幾年嘅練習洗禮，我覺得。有啲嘢比以前睇开咗好多，亦都系成熟咗好多。希望今次呢个 show 可以俾到大家睇一个呢五年嚟经历咗嘅嘢，然后有改变有成长嘅 AK 咯。系咪都有揾过老师去学唱歌啊？之前有啊，因为其实由入行到而家都 keep 住系有揾老师上咯，因为始终唔系科班出身啦，我哋好多都系可能系 dancer 或者系可能做紧其他嘢出身，所以入咗行真系要去接触，要孭起歌手呢个名衔嘅时候，其实真系要去出去上行，要增值翻自己一啲基本上嘅能力先至可以。嗯，咁但系你始终都系跳舞担当嚟噶嘛？今次嗰个比例有几多啊？跳舞？今次呢個比例，大家應該係會有師嚟睇得我，見到我跳最多舞嘅一次。因為其實講真，我要往出道，大家見到我跳舞嘅次數，其實反而都唔係話真係好多。我有時候有啲 show 可能會揀咗去彈吉他，或者可能做其他嘢，都未必真係每一次都跳唱。係可能今次 Mira 演唱會先忽然間，我會有再做翻跳唱。咁今次我自己 show 就會擺翻多好多跳舞嘅部分落去啦。我一啲自己中意嘅舞種啦，我以前細個有接觸過嘅舞種，好耐冇跳過噶啦，我都會今次再重新 pick 翻，然後俾大家睇。佢哋有其实有某部分有啲人都已经系今次抛落牌我嘅 in-house dancer 啦，咁好多我亦都揾咗一啲额外可能唔同嘅其他跳舞界嘅人士嚟帮手啦，咁就希望能够喺呢个 show 度呈现到一啲可能香港比较会少人呈现嘅舞种，或者系可能大家未必太熟悉嘅一啲跳舞文化俾大家认识。体力上其实要我开始都开始训练紧自己嘅体能，因为依家学紧嗰只新pick up 翻嗰个以前细个跳过嘅舞种，其实系好嘥力嘅。咁我觉得嗰一 part 都其实同步练紧体能，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完咗澳门演唱会之后，真系埋班开始再做，我觉得第一件事真系要翻专房咯，我要，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嗰、那个无论体态上啦或者体能上啦，都系比起成个嘅时候咧差咗好多，所以我覺得完咗 tour 之後，係重新第一件事，真係要訓練翻自己身體嘅體能，去應付呢個演唱會。我覺得依家係，我覺得我自己依家有啲瘦得就係體能上真係可能未必可以自己一個人 fulfill 曬成個演唱會，所以就嚟緊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大嘅功課要做，即係嚟緊去到 solo 之前。因為始終時間冇咁長啊，我覺得增磅極都應該有，未必去到咁大幅度，所以我會以體能為優先。今年會，今年其實我嚟緊喺澳門翻嚟就要拍第二隻歌嘅 MV 啦，所以我今年喺 solo show 之前，其實應該仲有兩隻歌推出嘅。以一隻快，以一隻慢，包羅萬有。今次啊，慢歌唔曳喎，慢歌係一個都幾深情嘅故事，快歌就曳嘅，快歌都幾曳下添。嚟緊慢嗰隻係自己有份參與作曲嘅，快嗰隻都有份參與創作，大部分未必太多，但慢嗰隻就參與作曲嘅部分多啲。應該係喺 concert
慢嗰只应该 solo concert 之前就会大家都听噶，但系快嗰只我应该会将留翻喺 solo 嘅时候第一次呈现俾大家睇。你哋咁想成日俾个数字出嚟，二定三我都冇讲过有几多个。你啱啱有三个同学去吓。可能三个可能同一个人嚟咧。好多嘢。咦？阿 man 有时都系咁噶咯 ，man。咁应该系普通话嚟。我今次就揾咗两个人以上嘅嘉宾啦，咁就希望可以同我一啲好朋友呢几年或者我一直都好欣賞嘅一啲前輩，去今次分享我第一次演唱會嘅舞台。唔識講廣東話，但係你講佢一個嘢都唔識講。我依家申請緊，可能唔知啊，因為有問過嘅，的確，但係場館帶唔帶得寵物，好似係有一個規限，即係可唔可以帶寵物，咁就協商當中，唔知得唔得嘅。但你唔會擔心佢，即係始終啊呢、這個。呢、这個會，所以我都如果佢真係佢，就算如果得佢真係太驚嘅話，可能都未必成事，因為始終都要睇佢安全為先。係咯，因為演唱會都好大聲，狗仔好似對佢耳仔有啲傷害。唔係，我驚佢喺個台上邊，即係去廁所啊！即係我驚我係會成為第一個 artist 喺演唱會度執屎嘅人啊！喺個台面上，咁我費事，我驚件事個場面會搞到太撈搞，但係都佢係其中一個可能會發生嘅嘢，都想啦，但係就唔知道要睇天意。系啊，一路跳住舞啦，加啲 move 咁去执。公司俾唔俾啊？会唔会啊？哇！你唔讲我真系唔记得咗呢只歌添。呢只暂时就未喺个 run down list 度嘅，我再度度咧，可能彩蛋啩。是不是很繽紛啊？有些 part 數會幾繽紛的，但都是有型為主。有些 cosplay 我見到好似。是啊，因為就貫徹住我一個，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動漫啦，亦都好知好多知道我很喜歡卡通或者很喜歡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那我呢今次這個 poster 是攝影師阿 Matt 都跟我溝通了很久，然後都很多謝他們去滿足我一個咁奇怪嘅想法，咁我覺得自己呢個 pose 我好中意嘅，又可以帶埋叉柴，叉柴嗰日真係真人去影啊，咁就係啊，真身去影啊，咁啊都順利，佢影得快過我啊，佢嗰日早收工我啊，佢早收啊，係啊，咁我覺得今次呢一個 poster 同埋呢個名就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演唱會度感受到我呢五年嚟嘅遊戲旅程啊。闪卡有，但是未必是挂喺颈啦。今次看看用咩形式再，可能有啲唔同一啲玩具嘅 accessory 可能都会带出嚟。今次咁咪要睇我个 body 粗成点啦。如果 body 又粗得好嘅话，咁啊唔若隐若现啊，俾晒你睇咩啊？我想 key 啊，代表波个波过嚟嘅真，咁啊系咪？你哋做访问嗰啲后边咧，帮我 AI key 代表波个波落嚟俾我。咩啊？哇！我谂住，我要问翻 Stanley 有几多寸？之前问过佢，好似有四廿几嘅佢。佢多我十啊，好似。多你十。好似多我十啊，有。咁系诶，我又唔知喎，因為我覺得能夠開到一場，其實都已經真係好感恩。咁就如果反應好，能夠有得加場，咁啊當然最好啦。因為做表演者嘅話，係能夠可以將個表演俾到更加多觀眾睇，一定係最開心。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隨緣同埋睇個天嘅安排，因為都係嗰句啦，開到一場已經好感恩。但你覺得自己可以應付到幾多場啊？你嘅體力？我嘅體力如果一百場都得，即係因為課嘅話，我覺得係可以 keep 住每一日去做表演，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日日做同一樣上台表演，你問我都唔會覺得攰，我都冇好似走 tour 咁樣。所以係當然係有得開幾多場就開幾多場啦。但係呢啲嘢都不能夠勉強嘅，能夠開到一場就已經好感恩。我覺得係盡可能係有幾多場就做到幾多場，然後希望嗰一晚係盡力做好自己嘅表演，發揮俾自己，然後就希望留一個美好嘅回憶俾大家。
想啊，其實今次本來我都好第一次嘅講嘅地點都好想係户外嘅，但係礙於係七八月係真係雨季，我好怕到時真係落雨，大家即係工作人員有辛苦，睇嘅人有辛苦，咁我又唔想大家準備咗嘅嘢係最後可能係會有機會未必係最完美咁呈現出嚟，咁我就最後都係揀翻一個室內嘅地方，始終係第一次演唱會，想保險啲。因為九展咧，即係有嚟嘅，嗯嗯。我的心情就摆喺度啦，见唔见到九展喺度啊 ？poster 入边有九展噶，我又将我嘅回忆摆咗喺度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哋出道嘅地方，同埋嚟紧好似六月佢就开始要清拆，我哋都要搬到一个新嘅地方。咁呢五年都其实都几多回忆噶，喺度由 Music Song 开始去到会展，跟住紅館亞博，佢開始慢慢去到依家 World Tour， 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但係好多地好多嘢都係因為呢個地方開始，咁就希望大家之後會好好記住呢個地方啦。然後我哋可以喺其他地方再相遇，因為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地方表演場地起緊，咁就唔緊要嘅，遲啲再見。嗯。我又唔知喎，投訴咩？投訴買唔到？哦，我又唔熟 IT 啲嘢添，死火啦！係咪嗱咁快啲嘅 F 唔聽我？我唔識啊，我唔知啊，真係希望大家點都好，唔好買嗰啲黃牛嗰啲飛啦。嗯。係啊，因為始終租金貴啦，咁就開始收支維持唔到啦，咁就留一個美好嘅回憶咯，喺一個最安全嘅 status 下離開離場咁樣。都會，因為始終香港我覺得暫時飲食業都即係香港本身經濟最近都唔係話幾好個消費上，希望大家多啲留港消費啦，喺香港消費都開心嘅。又冇唔捨得嘅，我覺得係一個幾美好嘅回憶，因為同哥哥細個嘅一個口頭講嘅一個夢想都估唔到大個有機會實現，同埋可以將我哋啲貓貓、狗狗擺埋一齊，咁我覺得點都好都會係我哋一個美好嘅回憶嚟嘅。有冇將出面嗰只嘢擺翻攞翻屋企？會啊會啊會，遲啲會攞翻公司應該。